Twins 的星光游乐园，不是我拍的，那个呢？Twins 啊，Twins 都他拍的啦，Twins 都很机车，为什么？很多朋友都说。 为什么你连续拍两只，而且不同？你知道因为他喜欢里面那个，他喜欢里面那个。那个我都喜欢啊，怎么样？没有，我就喜欢那个什么，我喜欢阿莎。哦，我第一次就跟他演情侣啊。哇，哦，骗我！你还好，你真的很贱。然后第一次看到 MV， 我就觉得你怎么可以这么贱啊？早上叫吴尊峰打电话给你骂你，真的难怪。 我没有接吧？没有接啊。对啊，为什么不接？因为不祥的预感。我电话敢接啊。对，因为我那天心虚了，觉得想起来有点不祥的预感，我就不敢接。对，那你跟他拍了两支 MV 对不对？他们说我什么？谁要说你什么啊？没有，你想太多了啦。拍两支的过程，他到几乎是没有提到了。他没有提到我。对，怎么可能？你太什么了？你认识他吗？你认识他吗？你要不认识你就提到，你应该马上说，哎，台湾同。 动摇台湾的小鬼，好两宅的哦，有可能啊。对不起，这个话题结束。对，不可能啊。